那大荒古碑到底是什么地方？ 古碑里竟然有远古宗派的遗址，那极有可能与祖符有关。远古废界，宝物颇多，不枉费宗门封禅要得到力量。极其危险！炎灵极法，炎龙极。大荒古碑，极小的封印。 就算是涅槃境的强者，都无法轻易将其撕裂。这封印每隔3年便会有一个最弱期，也是取宝的最好时机。